哦，诈骗吗？啊，好特别哈、哦，好特别。民众拿到红豆饼，意外发现上面竟然印了反诈骗的宣导字样，特别的宣导方式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近年来，国内诈骗案件层出不穷，为了避免民众受害，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最近跟红豆饼业者合作，希望加强民众的反诈骗意识。好特别哦，香肠没有炸，香肠没有炸，香肠没有炸，香肠可以达到就是。防范诈骗的一个效果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。难得吃到这样的反诈红豆饼，一定要拍一个照片纪念一下。警察局还特别准备了100个免费反诈红豆饼，只要民众回答反诈的试题，就有机会可以领取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第一分局，今天来到小确幸红豆饼做反诈骗的宣导活动，请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只要回答问题就送隐藏版小心有诈红豆饼哦。新竹市第一警分局表示，活动特别商请厂商制作了小心有诈的宣导字样烙铁，并且由红豆饼店家协助印在刚出炉的红豆饼上，要增加民众对于假网拍、假投资以及解除分期付款等多种诈骗形式的警觉心。警政署也会在5月5号共同举办防诈全国直播记者会，希望可以联合抵制诈骗的犯罪发生。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。